哇，好漂亮，有难度。哇，这家好走的路，你看。好，这是这样上来的路，这是我们去小锥路。我们今天主要行程是小锥路，干，走了。其实这次走小锥路还有的原因就是建龙林爬不上去。我本来想说爬完一次建龙林，下次还可以来爬小锥路，但是我跟我自己讲，我不会再来了。所以这次把小锥路跟小鬼瀑布解决，大鬼啊，大鬼瀑布。那个60，然后接那边50。哦，上去是60，接建龙林嘛，对不对？50，50是建龙，对不对？他找人开的建龙，他这个是60。嗯，然后是08。哦，这样感觉走起来轻松很多嘞。可是建龙草山接下来就是从这边走出来，嗯，然后那个峭壁比这个还要窄。然后就沿着峭壁中间有一些路，有一些没有路，然后这样子。哦，我现在休息的时候打电话给阿妹，叫她不用 stand by 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哇，漂亮吧？然后我其实还需要休息。谢谢。墙壁都湿了，我先喝水。其实没力，脚步会不稳。嗯，对啊，其实预期都要找回家。预计回到家差不多九点。小锥路 ，Go！ 里面太暗了。哎呦，头去撞到。两点会低。是啊。低不要蹲下来哦。哦，塞林老师哎，哇，这太狼狈了啦！哎呦！好容易撞到，传说中的小锥路山洞，传说中果然是传说中了，不要来啊，把它当作传说就好。等下我们开到小鬼就好了，开到大鬼，最明啊，下切还很难，对不对？大鬼之后，我们回头下去，再去走大鬼，沿着西边去找大鬼。哦，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去看小鬼？看大鬼。为什么要看大鬼？大概20公尺到。好，那走啊。好，看到了，回去了。没有，还没看到。这是什么瀑布？大鬼、啊。你上次游泳的呀？太远了，根本看不到。你要手机帮我拍。你要看看。不要。看不到吗？好、啊。
要啊，换你过去啊。哦，快走哎！里面探案其实拍不太到了，完全就是蹲着走，不要想要从台上来就好。走，下车回家。OK。可以。现在下切溪谷回去。